不会啊，不会输了啦，跟你打就是输没？不会没？哎哎哎！好，你又干嘛了啦？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，不要生气气。你们记得你们上次做了什么吗？泽平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不可以打我的狗，你打我的狗会生气气哦。我想起来了，小手，哎，你们很坏哎、欸！到底上次是谁推进去的？你们很坏、欸，到底是谁啊？里面的、啊。你干嘛在里面？泽平，你干嘛自己走进去？泽平，不要生气。他不会生气，他怎么会生气呢？他怎么会记得上次？上次好像还有人先截图跟我讲说，你下次记得要小心。啊、我整个都忘了，怎么会记得？都过两个礼拜了，一定是因为太久没有录了。这明明就有栅栏门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明明就有栅栏门，为什么还飞不？原来是因为不敢。你为什么要摧毁我的狗窝？你明明就有栅栏门可以出来，你不出来？为什么要摧毁我的狗窝？他不想要跟他生在一起。哎，我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了。要做什么？明星说想要盖温室，又想盖铁轨，所以我们派两个人去盖温室，然后派两个人去盖铁轨，然后林行去盖图书馆、欸，好像可以。等一下，不对吧？三种愿望一次满足。不是，对啊，可以啊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楼上是图书馆了，所以林行你就在屋顶上监工，去那边做事。哇，直接监工。你们简直是把我监禁在那边，不让我做事、欸。不是，那叫女王好不好？女王，我们去做事了。你还是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对，怎么看录影啊？女王，我们去做事了。是的，干嘛录影啊？那下一次你的片段应该会很少，几乎没有。没有，因为很重要，它是监工的那个第三者的角度。那我知道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知道这样子？秋风接下来影片会发生什么事吗？他就会是大家一个在弄铁轨，一个在弄温室，然后接着再换到菱形的视角，就是在图书馆里面低着头，然后没有没有，我就这样剪。菱形的是主画面，然后我们全部是子母画面。秋风，好像还可以哦。子母画面。所以呢？德平对于我已经站好定点了。啊？哎，已经站好了吗？好快！问号，已经站好了。我已经看我，我现在在。我现在在顶端的女王就位了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她就位，女王就位了，那开始啦，好、啊，开始啊，我们要怎么分配？怎么分配？你们谁要去盖温室？我想要去盖温室。那我去盖铁轨，我去挖铁。那我去养狗。为什么？狗狗。因为我没事做。为什么要有这个选项？我先去挖铁。什么都要，你没有啊？都要滑手机啊？那我去，我要去挖沙吗？哎、欸，而且我怎么会有两丛花在那边啊？哪两朵花？哎呦，为什么？你说这样，对啊，为什么会有两丛花在那边啊？不知道啊，长出来的吧？哦，那我还要、哦、我和阿比负责盖温室吗？好啊，好啊都可以。那你们那我挖铁给杰瑞那个温室，如果能的话，当然是希望秋风或杰瑞能够参与啦，因为还是希望有建筑能力的人。耶、yeah, ，我负责采材料。阿比，我们两个被呛了。没有，我只呛你而已，泽平。没有啊，他们还是需要有人帮他收集材料吧？虽然效率好像有点差、啊。结果有二十一个哎、欸啊，哇，我好难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去备矿啊。上一集啊，对啊，我们要去备矿啊。你们真的认真要我一个人？真的，我们已经开始啦、啊。你开始在做事了。你在怀疑什么？我去拿玻璃。我们每一次都很在、欸，不行，女王玻璃会割到手，不行。女王给我好好待着，不行。这样玻璃太危险了，让我们来就好了。对啊，让我拿沙子。不行，沙子太重了。对，而且对你来说，沙子是不干净的东西，里面太多氧化物了，不行。我不管，我拿沙子。不行，女王任性、啊。女王，你不要任性。你这个女王怎么那么任性？那我要拿泥土，我拿好了。
不行，泥土里面都是细菌。对啊，女王怎么可以玩泥土？不行啊，哎、欸，乖乖听话好不好？乖乖听话。那我去整理箱子。不行。为什么？这真的很有软禁的 feel 哎、欸。对啊，根本就是被软禁的。你可以四处走动啊。去找沙吗？四处走动哪有软禁？四处走动干嘛？你对，你可以四处走动帮我们加油打气，可是你不能做任何事情。我出去找更多的沙子还有花哦。好，交给你了，阿比。我可以出去找花吗？不行，花有等级。家外面太危险了。家外面太危险了。呜呼，有蜈蚣。你看多危险。对啊，超危险的。你现在就跟那个互相打架。你现在就跟那个 Brayona 一样，我们怕你出去遇到 Striker。你来选你需要地点好了，要盖在哪里好不好？女王大人是不需要知道盖太多事情的。不对吧，女王才应该要多知道一些事吧？不需要啊，他不是从小就被关在笼子里面吗？好可怜，那我到底是在养什么动物？关笼子里面，这也太可怜了吧？仙境哎，然后每天都喂食啊，然后房间很大啊，然后每房间很大，好可怕、哦！你对女王有什么偏见呢、啊？没有啊，你好奇怪哦，你的疾病印象很奇怪哎、欸。你是不是都觉得英国女王是被关起来的、啊？哦哦，奇怪的反应，就说泽平都在乱讲话。哎、欸，我根本就没有讲，我根本就没有讲说哪国女王、欸。哎，我们林清国女王是这样不行吗？所以我要负责被监禁，是不是？负责被监禁，负责林家女王就是被监禁啊！了不起，负责林家想要多大的空间？想要盖多大？你的监禁的房间需要多大？其实也不是啊，温室的温室，温室龙吗？哎、欸，原来是在问正经的，我还以为你在闹。正经的啦，我们在帮女王做事哎、欸，正经点啊！女王现在下令说，我的房间不用太大，只要很多男人嫁。我觉得这样空间其实就很够嘞、欸。是哦，你标一下，你标记一下。没有嘞、欸，这种女王就是女王，泽平苦民所苦哎、欸，她竟然拿木铲哎、欸，什么哇？不行，快先来了，给你一把钻铲，铲给你，等你来了呢。女王，等一下，我去拿钻铲给你，你不要冲动。现在苦民所苦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这一切不行了，太苦了。这样国家会大乱，这样国家会大乱，赶快！超级，我要帮他做个钻铲。我已经帮他做，我已经丢给他了，我已经丢给他了。我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都笑哭了。女王是女王，你气了吗？对，我看到好笑。女王，你不能这样拿那个啦，这样那个有损国威、欸，不行不行。怎么会这样？对啊。我们堂堂一个邻家国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又不是没钱。我总是要哭了啦。你哭什么啦？不要哭啦。你第一次被当女王看待吗？我困扰。没关系啊，想当初那个麻雀变凤凰，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办啊，还不后来当得好好的，对不对？可以。你又讲出这种几十年前的电影了。回不了家了，怎么办？对啊，因为我绕一圈就不知道怎么走过去那裡。不是有石头标吗？那个石头标对那个眼睛很差的人来讲是没什么帮助、欸。阿碧阿碧这边发现野生的泽平了。然后我好像也回不去了，惨了。你们在没有了？那边有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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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到底去干嘛的？欸、我们去不知道，去增加救难人员的数目的。嗯，这边这边这边，我是不是一直在走水里啊？在后面，在后面。哪里啊？这边这边这边啊！石头路标到这边了。啊？问号？这边这边这边，到底救不救得回来呢？阿碧，阿碧这边到底去哪里、啊？你有看到我吗？你有看到我吗？没有，现在感觉一个鸡同鸭讲。这边这边这边，装光影那个对，画面太暗了。哦，你有装那个哦。对啊，就沿着这个回去就可以了。耶、yeah, ，我找到路了！ Yeah, 哇塞，哎、欸，各位观众，我救人了耶！哇哇塞，真做事啊！对啊，等一下让我好好的高赏你。高赏高赏我什么？你不要高赏我，犒赏啦！高赏你！你要把搞得别人吗？高赏你！这真蛮好笑的。是啊，对啊，我要拿高赏他，我要拿高赏。
犒赏讲高赏，高赏你，高飞你，我要高赏他，对，我要搞他。你们这是不尊重了，哥，这是林兴国用语，懂吗？林兴国用语，刚刚哪一个有效了？都拖去宰了。我要怎么办？有一只狗生气嘞。你说附近的那个吗？生气的时候可以驯服吗？生气的好像就好像不行了，要打死了。啊，好可惜哦。说明你后面。居然，如果他是因为别的生物生气的话，你可以把别的生物杀死看看。太难看到了，可是我把狗杀死了，那来不及。明星，我要女王英明。女王干得好，女王英明。我永远臣服于你的那个城池之下。我要去找一只狗驯服。不，你这不忠义的女王，你在偷杀回来。你刚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没错，我错了。这我看你是不是想要西海的胸章哦？继续讲。哎对，我还没拿到哎、欸。我不要，到现在有没有？我要，不给。哎，女王不要这样，拜托。等一下，你那一句女王不要可以重复帮我 play 吗？不给。女王不要，女王不要，女王不要。哎、欸，不行啦！我最近反应玩太多马英，我就一直把 shift 当跑步键用。没关系啊，就叫你不要动了哦。我你为什么要跑步呢？ 不需要吧？对啊，就不喜欢走太慢嘛。你根本不用走啊！对啊，你又不需要动。来人啊，扛轿来！好，呼架到。这不是不能扛轿吗？扛轿啊，架。刚刚那女王不要，就像是那个 Seven Eleven 的小本子。什么东西？就那个啊，什么恋上旺财啊，跟什么之类的。你是说总裁系列的吗？对。你在想是你总裁前面讲什么？我讲错了吗？我没看过。你讲什么？你不是他好像讲什么旺财是不是？对，旺财是狗吗？对啊，我还以为是狗狗哎、欸。旺财原来是狗狗的名字啊？什么？旺财不是很常见吗？应该是恋上旺财吧？那是狗狗啊！原来是爱上狗，原来是爱狗人士啊！原来我是爱狗人士，我都不知道。哇，真的是秋风出手就不一样哎、欸！不愧是家。你家在哪里啊？就很像遗迹的轨迹。为什么听到有僵尸声呀？遗迹的轨迹，遗迹的轨迹。是空之轨迹最新版吗？一阶轨迹，我听都没听过是什么词，我也不懂。怎么可以嘲笑女王呢？我是讲一阶的那种支架的那种感觉啦。啊，壁之轨迹、空之轨迹、一阶之轨迹，哇，好帅！最终代，我觉得可以，我也觉得可以，我觉得会红哎、欸，我也觉得可以，我一定买，我一定买。没有玻璃啊，真太骚。那我去拿。不行，不要不行，你不能碰玻璃。我就不过来，我要冲过去拿。不行，拦住他。不行，还在烧。不要让女王那么辛苦，我回来了。不能让他碰火。我知道你自己要干嘛。当女王啊！哎、欸，多少人想要当女王啊？你不想哦？我不想。他只是想当一个平凡的小女孩。你这个奢侈丫头！他只是想好好的拍一集《无尽日常》。哎，我觉得是要染成淡蓝色啊。觉得可以，可是重点是蓝色的染料。啊、有我的挖青金石，要青金石是不是？我们都还在挖。哦。哎、欸，那觉得我们有人盖铁轨吗？还没有。可是这样青金石会少蛮多的哎。哇，那没关系，够了。为了女王，很多啊！没有没有，青金石箱子里面超多的。真的吗？我发现了很多好东西啊！我去采矿区看一下。不要，不行，不行！我们随时这边随时都可能会崩塌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进来了。我气爆嘞！快气爆啊！小心哎、欸！很危险的。对啊，不行啊！我要是爆炸，一定是有人要炸我。不行。你不能进来，女王不行。我已经在底下。不行，快给我上去！我要去峡谷那边。不行，这个最危险。对啊，你怎么可以去峡谷呢？我去峡谷干一下就好。峡谷是不是已经有盖楼梯了？
有有有，对，好像是家里底下不是也通吗？哎、欸，不行啊，怎么可以让王女走楼梯？王女走楼梯，我们要坐电梯、啊。不行啊，我们要护驾护驾护驾，我们在护驾哦，都没人管好他、欸，他驾护驾，他干嘛开始、啊？女王要逛，要护驾，对啊。女王请，女王请。你们知道刚发生什么事、欸？我在峡谷上面，然后秋风就拿着钻石剑出现在旁边。哇，标准护驾哎，太好了，美。那比锦衣卫还要锦衣卫啊！护驾，下面有鼓励炮。女王，我先去处理他。哪里？我更没看到，你怎么有看到？王女，王女，难得来弟弟，给你萝卜吃。怎么做萝卜？啊，不然你想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我都去拿饭来给你。我想要吃牛排。你想吃牛排是？等我。可是，哎、欸，不行，吃牛排是不是，他一个人在这边。等一下，可是我身上只有三片牛排。那你吃啊。凶什么？你怎么可以凶女王？没有没有，我可以凶女王。吃下去。不能吃，不能凶女王，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女王，你退后十步，我要挖了，可能会崩塌，小心！哎、欸，退后十步，有重力系统是不是？对，小心，不行，退后十步，这就是坍塌地方，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你上去好不好？那我补起来，你怎么可以拿污秽的石头给我丢掉？你的背包到底装了多少东西？给我拿出来！别动我啊！污秽的石头。女王，不要！而且你怎么会拿铁镐、钻石镐给你？那跟你的形象不符。你要说女王的手脏脏，拿水瓶帮她洗手啊？对，拿水瓶帮她洗手。玻璃瓶给你去洗手。等一下，你给我是已经快坏掉的钻石镐哎、欸。好、哦。好、哦，对女王不敬。好。然后那我给你，我给你金条，我给你金条，拿去吧。金条，我还你钻石镐。哦。到底在演哪出啊？金条要干嘛？来。王女最喜欢花了，给你花。你有花倒不如包箱。还有红宝石给你。这才不是红宝石，红宝石。这是红石，你是宝字怎么来的？我在面前吃腐肉给你看。我不想要红石。好吧，那给我吧。给你。好。然后继续挖。不行。不行。这边禁止王女通过。哎、欸。好，你打我吧，你就打我，不能挖，打我吧。我上去。哎、欸，王女上去了，楼上的护驾要护驾是不是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我等接到你再说。我要好笑。我想接力，一个小时吗？接力，来了，我在你。陪伴女王的同时，我还有在工程作业。好，哎、欸，女王为什么走这么小的路啊？拓宽，拓宽，拓宽，呀呀！拓宽，等一下，拓宽，你先不要走，拓宽，先不要走，不能走，拓宽，还不能走、哦？怎么可以让女王走这么狭窄的路呢？这工头是怎么当的？这几个画面都会是折笔的，全部都忘了。再拖了。再拖了，女王请稍等啊。我到底你在干嘛？女王稍等，对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拓宽了。好，可以，请女王请。请移动你尊贵的脚步。哎，峰哥，我们要交接枪，快点，做动作，交接。会交接。把我的稿子给你，你把你的稿子给我。OK， 哎、欸，不是你给我剑干嘛？给你。好了，可以了， okay, 交接完毕。好，女王自己上口靠过去给她靠。上口。去吧。走、okay、走。请。好像在押解犯人哦。请移动你尊贵的脚步。哎、欸，女王怎么了？女王不动哎、欸。女王不要不讲话，女王。女王生气气。女王，他是说没有楼梯，怎么敢叫我走？哦，好、啊，回来了，喂，你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因为刚家人 gank， 没关系，我们在帮你坐楼梯了，不要不想走。家人 gank 不是我要走，我现在要走了，哎，我等下太宽了吧？
太宽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你不能走，女王一架了，女王要一架了，走走走，不行不行，请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还没好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这样子我要死，我都不能动。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。终于回家了，啊、不行要等一下，等一下、啊，快点、啊，快点、啊，我在等你了，我在等你了，女王再稍等一下，我要上去，你们到底在哪里啊？女王再稍等一下，我要上去了。泽平，你行不行啊？女王可以了，去吧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差点摔出去、啊。女王，请请好走。哎、欸，可是这边有铁，哪里有铁？女王要挖铁是不是？没问题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下去了。你们底下有我陨落了。不行，护驾护驾，补上补上，等你等你补上，太危险了太危险了，补上了补上了，你不要靠近那边，你给我进去进去进去，我有弓啊，不行，你给我进去里面，底下有没有挖到煤炭？那给你，底下有底下有，进去进去，可能要多挖一点，不然沙子会不够烧。放开放开快，接力接力，我先下去拿我的装备，等一下，好，你先去，你给我在这边好好等着哦，现在情况危急哦。那个不行，好了，要集合剪彩了。还在种田，先去剪好了。还有时间让我种完吗？种种种都可以种。刚刚是不是有人用了巫术？有人使用巫术？没有啊，天气没有，它是系统提示天气放晴了。有巫术了，来了来了，超级巫术。太好了，有庆祝的音乐了，要剪彩了。阿皮种完了，来吧。等一下，泽平，我忘记阿皮怎样，我就直接打他吗？你要剪还是我剪？你把这一条红丝线打掉。耶，女王！女王，你要面对我们啊！ Yeah! 你要站在这里。我要面对哪里？你要面对我们这里啊、哦？对啊，这样。女没有女王，你要先致辞。我致辞。我的，我从今天开始我要退位了，居然是宣布退位，耶！我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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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好酷哦！温室落成了，耶！温室了，有没有烟火？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做，没有做，你要吗？对不起，我们办事不利啊。不要，我们只有音乐而已。我们有火药粉哎、欸，其实可以做哎、欸。对啊，我想说，不是有火药粉，好像可以做。有啊，这里有二十个，很多哎、欸。超多，为什么这么多啊？哟呼！哟呼！耶，有温室了。喂，我们下集再会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拜拜。女王也太难伺候了，女王退位喽！耶、yeah, ，我可以退位了耶！ Yeah. 没有，你是暂时退到下礼拜继续。把这个收到家里。哎、欸，我们这只缺兰花而已耶，真的没有看到，可能还要再更远一点。那个要再沼泽才有。他们说要沼泽啊。我们干脆下次找找看沼泽出来。好啊，反正我们都还没有看到有沼泽地区。我们可以盖铁轨，盖沼泽。而且也可以看，也可以顺便看有没有那个啊史莱姆。我铁轨盖到一半，不对，铁轨盖到一半，我在铺高架而已。高架桥。竟然就还没有开始铺铁轨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我看一下杰瑞铺在哪。